张文文 ，Simple 沙巴拉的国钢社，我们今天要来到我们的权威豆花，这已经是老店传承到第三代。至于老店如果让它蹦出什么新滋味呢？今天就让我们拭目以待，走喽。店身旁的这一位是我们全台人是最美丽的老板娘，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权威布丁国安店的老板娘，可以叫我小圆就好了。你们已经传承三代了，那可以让你们在这个甜点市场里面屹立不摇66年的秘诀在哪里？当然就是创新领先嘛，你自己敢吃的东西，你才可以卖给客人。那像我们大朋友、小朋友、长辈，还有 baby 有在吃附属品的，其实都可以吃。要转型也应该有受到家里面的一些反对，还是一些阻拦。基本上他们都还是比较属于走传统路线的。那像我们新一代的，当然就是喜欢在漂亮的地方，把我理想中的店开在这里。然后就像你们现在看的国安店，那里面的元素基本上都是现在蛮新的元素，那也是我自己喜欢的啊，也是符合现在年轻人喜欢的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有些人不吃豆花，是因为以前的豆花都是加石膏，那石膏吃少是轻的解毒，是，那吃多的话可能会有结石体质的人可能就会比较容易结石。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改良用海藻胶下去做成凝固，所以其实对身体也比较没负担，那代谢也比较好。全部都是手工制作吗？还是？手工制作。我的黑豆比较特别，是我们用亲人的豆子，所以它有些客人看起来会觉得，这是抹茶吗？哎，哦，没有，我们是用亲人的豆子，它的营养价值也比较高。如果年轻的族群，他会比较喜欢哪一款的口味呢？像我们的话就是经典三色嘛，那三色里面的话就是有鸡蛋、牛奶跟巧克力。那我们还有推出一些比较健康冻饮，像我们的仙草冻，还有那个蓝藻翡翠。蓝藻翡翠的话，它是用天然的螺旋藻下去做成的果冻，其实它的矿物质蛮多的，那对身体的一些肠胃道系统都还蛮好的，所以也蛮多女生喜欢的。像我们这个就是白豆花，那我们都是用天然的海藻胶下去做凝固的，就不是像外面一般加的那种石膏粉，是巧克力、牛奶跟鸡蛋，是芋头、黑豆，是杏仁豆腐，我们特的巧克力糖水。那我们配料区的话有蛮多种配料的，像我们基本上最少都会有10种。那加盟金还是什么需求有哪一些？加盟的话是18万，现在的话都有一些优惠的方案，看您的选店、前行销都有包含在里面。部分就是看您的店大小，然后你想要的风格，我们再去做评估。想创业加盟，对，又想要有不一样的感觉，又年轻风，其实权威布丁也是你其中的一个选择。那加盟会有附赠一个漂亮的老板娘？好，也可以啦。我现在可以开动了吗？可以啊，吃。对，这是黑豆的豆花，是不是很好吃？绵密耶，入口即化。我觉得完全不用加糖水就已经很甜。对啊，所以蛮多客人就是放了他也没加。而且我们的配料都是自己熬的，我们没有再用罐头。然后它的是从它的豆子里面自然的产生那个口感甜腻出来，而且这个吃多了，我觉得不会腻啊。我们今天呢也很开心来到这边，好啦，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就到这边，欢迎你给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感谢您这一集的收看，拜拜。